内目前画工笔画的画家并不很多，其能称为一代宗师的，当首推于仲林先生。于先生，山东灌县人士，民国14年出生，世代业商，富甲全县，后以家道中落，又逢七七事变，日兵洗劫，9岁时不幸丧母，依旧是长成。当时地方纷乱不堪，敌匪交织，民不聊生。17岁时决然从军，转战南北，以弃胜利。元尼续学，而匪乱又起。38年随军来台，因自幼喜欢绘画，来台后生活稍安，即利用工余之暇到师范大学美术系旁听，并从金勤伯先生习花鸟。初对艺术兴趣颇广，如西画、图案等均曾涉猎，但觉自己时间有限，乃专攻国画，且舍山水人物而专攻花鸟，尤以工笔勾勒擅长。数十年来更能集古润今，别开生面，自成一格。30年来从其习画者约数千人之众。于先生身躯高大，个性爽朗，说话带着浓厚的山东乡音，竟能绘出如此细腻动人的工笔花鸟，实有匪夷所思之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于先生作画是以左手作画，这和一般常人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更何况所画的作品又是如此的细致工整。于氏的长工完全得力苦学勤练，他曾获全国绘画学会金爵奖及第5届中兴文艺奖章。在民国45年的时候，跟好友胡念祖、孙永琴三人共组丽水精舍，彼此朝夕揣摩，以至深夜。先后曾举行丽水精舍画展3次，各展4次，深获各界的好评，广大群众的爱好，使于氏更奠定了追求花鸟世界中的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在民国64年的时候，应夏威夷大学的聘请，远渡重洋，把中国的花鸟世界传播到了异土。在夏威夷的那段日子，于是除了办画展，更教授了2班学生。当地人士对于于氏的神奇妙笔无不叹为观止。民国62年应邀到日本主持中国近代画家巨匠展，于氏教学一本勾勒画派的传统精神，细心与耐心地来教导学生。让我们来听于氏的山东乡音，来说明勾勒画派的基本材料及技法。我们这个画的国画了，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毛笔和纸这两种东西。毛笔大概分这个2种，一种啊叫这个样号笔，就是白白的这种，就是样号笔，连颜色上都是。还有一种是浪号笔，就是那个黄油的这个尾巴这个毛做的，是这种黄黄的毛，这个画线条什么大部分都是用这种。这只小的毛笔，就是专门画线条用的，但是也是浪号笔，这个叫小红帽，用这个虽然这个帽是红的，是染的，它原来不是这个颜色。
像这种就是叫这个鲁浪号，我们写字画这个石头啊，画这个树枝啊，都可以用这种笔。像这支笔啊，是个很特殊的一种笔，这是日本的一种笔，叫山麻笔。这个毛笔笔毛特别硬，这个有的时候画这个石头啊，什么树干，很需要这种笔啊。这是个特别一种毛笔，是我特别介绍一下。这种笔大概都性质比较柔软一些，适合这个染颜色用。像这一支啊，这个特别的大啊，这个叫这个井闸，这种笔就是画这个大的叶子什么来用，这个平常是不大用的。这个我们这个画工笔画，这个最重要还是颜色。这个颜色大概是分两种，一种是矿物质的，像这个竹标、这个朱砂、石青都是矿物质的；还有一种是植物质的，像这个黄颜色、藤黄，植物质的；还有花青，这都是植物质的。另外还有一种化学的颜色，就是白粉，就是白粉、铅粉是化学的。这个其他大概都是这个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可以永久不会变色。像我现在手里拿这个就是绢，这个是很好的一种绢，还有这个是日本绢，这个也不错啊。另外一种就是纸，像这个就是这是宣纸，中国最有名的宣纸，还有一种日本的一种纸叫鸟子纸，这黄黄的这种纸叫鸟子纸。这个另外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就是金笺，这个纸是金颜色的，不过这个纸并不太好用，我画的画呢看起来富丽堂皇，很讨巧，实际上这个纸不是太好用。这个工笔画大概都是画在这个纸或绢上，不过这个纸或绢大概都是树脂翻过的，经过这个命翻翻过的，这个画起来它不会沁水。这个两旁的叶筋要勾得比中间这个叶筋要细啊，用两旁的叫扶筋，扶住的扶，中间这个叶筋是柱筋，所以要粗一点。这个画到叶根啊，这样是也是一样的，可以倒过来画。这个慢慢练习，熟练了自然就都一样，没什么分别。先把线条勾好之后，然后着色大部分要两支笔。现在就是叶子要先染花青，这支笔是颜色，先这个蘸着花青，先从这个叶根上这样染下来，染到一半的时候，另外一支笔是蘸水啊，然后把它洗开，然后慢慢的这样把它洗开。而且一定啊，要洗得非常的这个，要颜色合缝，不要这个超出这个轮廓线，或者不到轮廓线都不对，一定要洗到根，洗到边，然后再染这一边。换这支笔把它洗开，凡是这个画勾勒派的这个叶子的画大概都是这样，就要先染花青底。说染花青底就是把这个叶子的这个阴阳相对分出来，就是光线要分出来，然后才看起来生动。
染完了之后要等它干透了之后再上第二道颜色，一道道这样上。第一遍颜色已经干透了，我们这个上第二遍，第二遍就是铜矿加花青啊。所以现在这个第二遍染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两支笔了，只要一支笔都可以，这叫平染。刚才那种染法为之分染，分开的分，现在叫平染，就是说不需要分深浅了，直接这样涂上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这个因为第一遍呢已经分了深浅，所以第二遍都不需要分了，直接让平染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大概着色的这个方法呢，这个初步的大概都是这样。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叶子再厚一点的话，就上面再上石绿，像普通的话就不需要了，就是这样就很好。但是这个染时候切记留下了空白，就是说里边有些地方没染到，是那就不及格啊，或者是染到这个墨框这个外边去也不及格，说这个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慢慢的染，不要着急，慢慢染，这样才好。我想这个学画啊，这个步骤呢是分，在我个人来讲是分三个步骤。这第一个步骤是学习技巧，因为这个有技巧你才能通过你技巧表现你的思想，你没有技巧的话，你虽然有这种创造的这种思想，但你表达不出来。说技巧是个工具，是你表达你思想的工具。说第一步你要先把技巧练会，学会，学会之后，这个时候你有技巧，具备技巧了，你可以随心所欲创造你个人的这个构图了，比如说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画面。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算是个画家，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时候的你的风格呀，很可能太像老师啊，比如说跟某人学的，总是脱不开某人的那个风格，所以这个不能算画家，因为这个你还是在提你的这种还是记名在人家的这个门下。说再进一步，就是说第三步要创造你个人的风格，就是说代表你个人的，人一看这张画就知道是某人画的，这样的话你才算画家，才算画家。说是这个，然后你成画家之后还分大画家和小画家，就是小画家就是影响当代啊，你可以影响当时很多人对你，学习你的这种风格，几十年之后你就见其沉寂了，就没人学了，说这算是小画家。大画家就是要照耀前途，你几百年之后还有人在学习，影响百代，这是大画家。所以我觉得画画是这个画家要分三个步骤，三个步骤。工笔画它还是要有创意，它有创意它才会有一种生动感。当然有人说是这个说工笔画有匠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还是在这个画家本人，就是你画家本身是画家呢是画匠，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什么是匠，什么是家，这个分野当然大家这个说法不一样，不过在我个人觉得有创造力的就是画家，没有创造力的就是画家。比如说他本身是个画家，但是他很可能是个大画家。我们说个例子，比如敦煌的画，敦煌的画都是佛画，而且当时这些画这个敦煌画的这些人，他们都应该是画家，因为他们是靠画画吃饭的，是画家。但是他变成这个，他的艺术成就变照耀千古，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宝库。那这怎么说呢？那应该他是画家，应该是画家。所以他们是因为他们很有创造力，说他们还是应该是画家。有的人就说他虽然他本身是一个画家，但他一直都抄袭别人的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就是画家。所以你说这个画家画工笔画，工笔画并不代表匠气，好的工笔画还是非常好。比如宋朝的这个工笔画大家是非常肯定的，没办法讲他不好。但是这个有人就说临摹这个宋朝的人的画没有一直没有这创新的这种意思，所以就流露这个匠气。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在画家本身，不是这个画工的问题，还是应该是画家本身的问题。因为这个画画呢，当然大家很强调这个时代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什么？我们现在说看到东西，古人说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比如穿衣服也是一样，穿衣服比如说这个衣服的这个颜色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它就是它到了每个时代自然有它时代性。画画也是这样，画画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的感受就是有现在的感受的这种时代性。我想这个是一定也不必要太强调所以如何时代性，就是它自然就会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形。比如说我来画画，我是现代人，我这个画的时候，我这个意象这种意境都有现代感，自然它都会有这种现代感。比如说我们说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我有些手法往往利用好像像那个摄影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古人可能都没有，因为这个那个时候没有摄影，他没看到这个东西。像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有摄影这种科学的这种成就，所以说你会这个自然而然的受这个东西影响，这个当然它都会有现代性，有时代性。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能以独树一帜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中国这个独特的风格。假如说你跟这个西洋画这个合到一起的话，就把你自己给弄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是绝对不可以。但是这种意识不能没有，比如说古人对认识不够，没像现在人。古人是讲光线，就是讲阴阳，啊，阴阳就是代表光线，但他的那个光线没有那么准确，不像现在人，就知道光线这样准确，所以他只是有这个意识而已。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呢，不妨稍微强调一下，比如我画画，我很注意这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我说个最明显的例子啊，比如古人这个画画，比如画花卉啊，我们说看到这个古人的花卉。大部分都是一枝花或者是一棵花，它很难表现一丛花，像一大堆花的话它都很难表现。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叶子很多，比如一丛花是一大堆叶子，这一大堆叶子落到一起的话，这古人往往他就把它弄不开了，分不开了，就看起来这个就变成平面，就是说没有这个生动感。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古人这个从前他这个画画他有个原则，比如他认为这个圆的东西都应该是淡的，近的东西就应该是深的，这个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是画花叶子，比如说这个观念就有问题了。用我们现在来看呢，就是叶子在近处的它是在最上边，也就是它最朝阳，最受到阳光的这个照射，说这种叶子它应该是亮的，亮的话它的颜色就应该淡，反正应该淡。比如后边叶子它是在个北阴啊，北阴，但是它放到应该深色。老师，请问这个胎点怎么样点才可以流入不单呆板？这就要叫它这个有这个聚散，所谓聚就是合到一起啊，又大又小，互相这个交错开，看见才会不呆板。最怕这个排队变成一样，那就不好看。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熟，画多的话这个自然就会感觉出来，像这样的话就是上面两个底下两个就不对啊，是旁边要加一个，这样是把它破开啊，这样就好。那在石头上面点跟这个树干上面点又有什么不同？应该是差不多，就说这点有好多种点法了，有大点儿，有比较小一点点呐、啊，有这个碎一点点，有大的这个比较这个整装的点，所以要看这个画面的这个需要，看画面需要。本来这个点儿了，它是代表那个树枝啊、石头上寄生的东西，寄生东西。古人画这个东西，它是写生的，好像比较写实一些。现在后来就慢慢变成直了，好像这个。我们这个给这个台阶起了个名字叫精神点，点上去觉得有特别有精神，所以你变成另外一种意义了。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放弃一般文人所注重的纯写意花鸟的路子，而追求宋人工细的写生精神。在余仲林的世界里，有着自己所执着的两点重要成就，其一是商榷的追求，
花鸟画的起源，本为画家个人独立精神的觉醒。这一派的画家利用中国绘画的特殊工具，在形式上将花鸟的精致细微处都描绘了出来，而在神态上则兼顾生趣与活力的表现。前者是技巧的成熟，后者则受文化程度的影响，因为工细与文化程度是难以兼顾的，只有在技巧与思想一致时，才能表现造物的神奇，同时又能表现出画者主观性对自然所产生的赞美。其二是工中见意。于是的花鸟画表面上看是工笔，实则是以工笔为形，写意为骨，个别看是工整的，整体而言则是以写意来统摄画面的气氛。在花鸟的绘画世界里，可以说是理性与热情的结合。对物的观察是需要理性的，一般人可以只看花卉的美，不必了解其互不相同的结构，但一位花鸟画家则不然，他不但要熟悉花鸟的组织与结构，同时还要有能力呈现花鸟的表情，彼此依存的关系，彼此亲和的关系。在所有的作品中展现出一种盎然的生命力。